我也60岁了，也不是很多青春好活了。但是呢，剩下的这段时间呢，我希望我还可以贡献更多一点。而且我很有信心，只要能够一直不断的贡献，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标杆，来影响我们的下一代。虽然影响不大，但是这个影响，当有一天我走了过后，这个影响力人家会记得。哎，当时那个老警察曾经这么说过，我们要对得起这个生命。身在他乡，亦是故乡，心安之处，即是吾乡。欢迎警官，Simon，欢迎，你好，你好，你好，请坐，请坐，来，OK，好。师傅先，谢谢。这么漂亮啊！师傅今天的这个是？这是南极鳌虾。这个。师傅他的菜是比较有特色的，他是中西混合，很漂亮哦。对对对，哎，动筷动筷，我们可以一边吃一边聊。前一段时间你不是刚刚拿到了那个 The Police of the Year？我听说这个 Police of the Year 好像你是第一个华人拿到的吧？整个澳大利亚都没有我们华人拿过这个奖。这个是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社区们呢。认可我所做的，因为这个他们都叫 nomination，是来自于社区的 nomination。通常社区的提名都是差不多整十个人这样，这十个提名这样。历史上以来，我的是破纪录的。你拿了多少？不方便讲，但是是破了很多倍的纪录很多倍。另外一半就是社区也认同我所做，认可我所做的。而我们警察总部也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贡献，所以我就拿到这个奖状了。我听说您是商业移民嘛，就是商业移民应该你有很多从商的经验。我做了2年的生意。这里做生意跟马来西亚做的生意是完全不一样的。整个风土人情文化，市场哈，人的思维都不一样。所以那2年做生意是我人生最苦的时间，最苦辛苦在西澳做生意，因为我们在马来西亚做生意是，数额比较大的，这边我是开一间咖啡，对对，这个这里的人少，对，所以当我们一拿到 BR 的时候，2005年。我就给它卖掉了，一拿到就卖了，任务完成，卖掉了，卖掉了，我的店在 East Perth 啊，然后那边很靠近警察总部，很多时候警察来就 book 掉我们整个 cafe， 他们要开会啊，讲话啊，所以那天我就跟他们说，我要把生意卖了，我要回家了，我 BR 拿到了，我孩子可以在这边受教育了，我要回家了，然后其中一个警察就告诉我，哎 Sam， 其实我们 Police Academy 啊最近在开放啊，叫 Open Day 啊，你不妨去看一下。我讲你搞笑了，44岁这样来做警察？因为以前我们在马来西亚是18岁到24岁嘛，它有 cut off age 的嘛。那这里没有 age discrimination， 没有限制。你如果能够，我们就给你这个 opportunity， 合格就可以。所以我就跟一个朋友。店关了，我们就跑开车去准达拉。然后呢，我当天就填了表格。填了表格过后，我就发现到我还要 upgrade 我自己，然后我就报名去 Dave 啊，学英文，然后学到一半，我就考进警察训练学院了。所以2006年我就考进去了，我是班上最老的，整个警察的训练过程我学了好多。
他不只教你怎样跟坏人讲话，也教你怎样跟好人讲话，啊，要懂得法律啊，他也教我们怎样开车，嗯，啊，因为警察不可以乱超速的，嗯，警察除非你有原因啊，有那个 light and sirens， 你才可以开快车，平常你不可以犯规的，警察犯规也中罚单的，嗯，啊，超速也会中罚单的。然后2017年我就来到总部了。因为我来到总部的时候，我就发现到，移民的族群啊很多啊，来到西澳都遇到困境了，语言不通，法律不知道，法规啊，这个社会的规则很多都不知道，所以最大的难题就是我们很多移民啊，他们的一些过去生活的国家带给他的一些。对警察的思维是不一样的，对政府机关的思维也不一样的，所以就变成他们有很大的隔阂。然后我就通过警察总部的批准，我就好像做 salesman 这样，每一个地方我去敲门，自我介绍，啊，自我介绍，拿着我的 business card， 啊，穿着警察制服，然后每一个地方去找认识人，推广这法律意识，没有。介绍我自己先，介绍你自己先，然后介绍了他们，接受我了过后呢，他们就帮我安排一个课程，然后我就去讲，讲我去讲课，啊，安排一些人给我去讲课，这个时候才推广，慢慢的做，我每一堂课讲完了过后，我就会放上我的卡片，跟我的手机，我的 mobile number， 我的手机电话，然后告诉每一个来听课的人，你们遇到什么问题。除了打电话报警之外，你也可以打电话告诉我，给我知道，我会帮你们的。所以我就这样的，慢慢的让那些 grassroot 的人呢、啊，都认识我。然后就有杂志的创办人来跟我讨论，Sam 啊，你需要什么帮忙？然后我就给他一些文告，他就在他杂志上帮我放这些文告。这些文告都是法律法规。以中文写的，然后这个翻译呢，当时我就用我仅有的一个小小的知识把它翻译，我刚刚开始一个人在做，慢慢的就一个两个三个五个来问我林警官你需要什么帮忙吗，我就很高兴啊，叫你帮我翻译了，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翻译的义工有50多个了，50多个啊，厉害了，他们每一天呢都会从 police facebook 啊翻译。然后我们除了这个义工在翻译之外呢，我有一群的这个叫做 social media 的义工，人帮你做后面的传媒、啊，这个传媒的他就帮我把这个稿，美化啊，做美一点啊，或者变成录影啊，或者放一些，然后就把这个稿传出去，然后传出去我也有一群啊帮我传出去雇这个平台的。我们叫情管，情管有几十个情管，所以他们就把这些资料呢也管传出去给更多的群，所以这些资料甚至传到东澳，甚至传到全澳大利亚，不止澳大利亚，传到更多地方，所以这个普法可以让不懂英文的华人呢、啊、受益，我觉得就算我不在了，这个平台还会继续下去了，因为这些志愿者呢，他们不止自己帮忙我们做这个工作，把警察的知识啊、法律法规做成中文普及出去，因为同时他们也记起来了，所以社会人士问问题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不用回答了，这些志愿者都已经掌握了基本的知识，所以他们会回答了，他们会帮我回答。所以我的工作其实已经在减少了，然后我就可以看到的就是华人的这个平台呢，没有我也会生存下去了，没有需要你的，但是你这个传承的这个精神我觉得非常非常不得了，因为很多人做事情为了自己或者是个人利益或者是小团队，我看得到你就是听您的讲，就是传承到一代一代这么下去，这个我觉得才是正儿八经以后对
整个花社以后的影响？我已经15年了哈，在澳大利亚做警察，然后我的同事可以说99%都是白人。我可以说华人给白人的看法，主流社会的看法，第一个就是很勤劳。华人很勤劳，日做夜做 ，public holiday 也做，哦 ，Sunday Saturday 也做，哦，早早就做，迟迟收。所以华人呢，给白人社会啊，就是勤劳。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呢，我们警察对华人的看法，是很守法的，很畏法的，很害怕做错事的。然后第三，华人煮的东西很好吃的，所以。在他们的理念里面呢，吃啊，你要吃多样化的，去找华人的餐馆，好吃的去华人餐馆。一个华人如果不懂得自己是一个华人啊，是一个很悲哀的事的。对。为什么华人会忘记他是华人呢？因为他没有他的语文，没有他的语文，他就没有他的文化，他就忘本了。然后最近刚好有一个 opening day 嘛，我听说是希望招一些华人警察啊，多元文化。多元文化。首先，为什么我们要找多元文化背景的种族啊、民族来加入警察？是这样的，如果你是一个华人啊，你给警察车停了你，然后突然间走来的是一个高大的白人跟你讲话，华人首先就感觉哎呦，我又不懂饭了，什么鬼啦？但是如果走过去的是一个华人警察，一个华人司机，那种亲切感立刻就有了。司机不会感觉到压迫感，因为哎，是一个华人，然后哎，同样的语言。所以如果我们的社区的种族越来越多，来自国外不一样的民族了，我们也需要有同样的比例。在我们警察里面，我们警察部队里面的华人太少了，太少了。这整个西澳的华人，如果讲有18万的华人来讲啊，如果1%多少？你数学很好，18万1800应该是。对呀、我们应该有1%的警察在里面吧？为什么没有？现在没有1%。没有了，没有1%。多少华人？几十个而已。整个西澳警察局才几十个而已。西澳警察是7000多个。我们10几万的华人确实比例。不足啊，所以我们呢、不止华人的驻勤的警察不足，每一个驻勤都不够在警察的部队里面，所以我们这一趟我们真的很希望可以找更多的人进来，但是我也明白这些人啊要来加入警察有很多障碍，因为首先语言的障碍，另外一个要加入警察有很多不一样的考核，对，每一关都不是那么容易的，不是那么容易，对啊，很多人第一个考试就 fail 了，就 fail 了，对，我们现在为了让更多多元文化的人进来警察部队，我们也给多一个空位，给申请的人说英语是不是你的第一种语言。所以只要你告诉我们英语不是你的第一种语言，我们就会用另外一个方式来考核你，对来自于非英语主流的族群，我们用比较 basic 比较容易让他们能够解答的方式。这个是只是在西澳还是在整个澳大利亚都是这样？这个西澳，因为我们很迫切需要多元文化的人加入警察嘛。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开始把这个放低对这些多元文化的人，所以我们也要鼓励他们进来。其实这样挺好。我年轻的时候我在马来西亚做过警察的。马来西亚的警察人民是很害怕的。因为制度嘛哈。但是来到澳洲，你们对警察就不用害怕了。所以在这里要跟警察多沟通，做朋友，多讲，把你当时遇到这个处境为什么会这样。告诉这个警察，而我们不可以说我不要听你的，我没有时间听你的，我不会这么说的。We got an ear for you， 所以police 不是说硬硬来的，不会所以如果你明白了这一点呢、你来澳洲，你对警察，你就要记得一定要告诉他，讲给他知道，让他知道你的原因。
啊，当然态度也重要啦。当然，当然，对。最近也听说了，就是关于您要从政方面的事情。我现在因为我是穿着警察制服，不讲政治哈。但是呢，我基本上跟你说，澳洲有三个机构，我现在附属于警察部门，是一个机构。叫执法单位，执法单位，然后当我们逮捕了坏人，我们就把坏人送去司法单位，所以法院呢就把法律来裁决，用法院来裁决，我们是执法，谁制造法律？立法会应该是人民选出来的吧？对，再下来就是政客。政客通过了政治的一个遴选过后，就成为执政的政府。执政政府，他们呢就可以通过国会。国会有几个阶段呢，就把一些需要立的法在国会通过，就变成一个法律。所以这个三角形就这样形成了。就是说，一个是立法，一个是执法，对，一个是审判。对。对。在我很年轻的时候，我们在马来西亚长大。为什么马来西亚的华人会中文？为什么马来西亚的华人会认祖归宗？我们是华人。因为马来西亚出了一个人，这个人叫林连义，他是一个普通的老师教师来的。然后在马来西亚还没有独立之前，然后这个林连义呢就率领了这个华教的一些人士，去跟当时要讨论独立的那个未来的首相叫东姑阿布拉曼，跟这个未来的首相协商，大致了一个协议，就是说我们可以认同马来话做官方语言，但是呢，我们的华人要有权利拥有我们的华文教育。所以当时的这个还未担任首相的一个代言人呢，就签署了这个条款。过后呢，马来西亚才有华文教育。这么回事。一个华人如果不懂得自己是一个华人啊，是一个很悲哀的事了。对。为什么华人会忘记他是华人呢？因为他没有他的语文，没有他的语文，他就没有他的文化。他就忘本了，终究的一个目标就是你要有教育机构，教育机构。而这个林连义很有头脑，他把教育带进去政治里面，然后让政治执法肯定了这个执法单位说 OK， 中文可以列为我们的教科书。这些都是通过政治的手段。如果没有林连义通过这个政治，我们华人在马来西亚今天不会生出这么多爱自己的文化、爱自己的语文的华人。你看世界很多很多的国家的华人都忘记他是华人了，甚至有一些都不会讲中文了，只有马来西亚还继承了这个浓浓的一个结在里面。而且不止华小，马来西亚还有华文中学，马来西亚还有华文大学，所以这个整个政治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华人去到世界哪一个国家，都要踊跃的加入政治。刚才那个说的，你从商到警察局，现在准备要从政，当然你这一路来很辛苦，但是也得到很多大家的支持。然后你现在得到了一些荣耀和你的一些成果啊，或者是荣誉，你自己是怎么样去看待这些东西的？我跟你分享一个我昨天我的老岳父去世了，他在马来西亚去世了，然后我们呢这几天都一直视频他。还没有去世之前的一些动作，一些牵挂，一些行为等等，然后我们可以看得到，每一个人对死亡都是害怕的，不管你活到几老，他已经活到91岁了，但是当他要面对死亡的时候，他还是放不下了。
所以我们每一个子孙在世界各地就用视频跟他讲，跟他讲，叫他放下，我们已经长大了，我们已经老了，我们已经独立了，一直在告诉他，你已经完成你的责任了。我讲这个是因为有感而发啊。一个人呢来这个世界呢，如果只是在一个小家庭贡献也是很好的，只要你把你的小家庭顾好都很好了啊。你如果不能够把自己的小家庭顾好，你先把你自己顾好都很好了。但是如果你也能够把自己顾好了，自己的小家庭也顾好了，接下来呢你就必须想办法顾多一点左邻右舍啊，社会啊，如果能够的话国家。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是澳洲人了，这个是我的家了，对，这个是我的国了，我能够奉献的我就尽量去奉献，这样呢当有一天我要死的时候我可以很安心了。哎，我来到这个人间呢，我对自己已经对得起了，我对我的家人也对得起了，对这个社会跟国家我都对，这样我这个人生没有白费了。我也60岁了，也不是很多青春好活了，但是呢剩下的这段时间呢，我希望我还可以贡献更多一点。而且我很有信心，只要能够一直不断的贡献，我们就可以成为一个标杆，来影响我们的下一代。影响不了别人，我至少可以影响我孩子。影响不了我的孩子，还可以影响我的孩子的朋友，影响我的邻居，影响你，所以影响很多很多我的朋友。虽然影响不大，但是这个影响当有一天我走了过后，这个影响力人家会记得，哎，当时那个老警察曾经这么说过，我们要对得起这个生命。这就是我的一个小小的看法。因为我其实也是有时候也是在思考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既然来到澳大利亚，在这里落地生根，那我们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要做些什么东西，要为后代留下什么东西，要为这个历史过程留下什么东西。那你刚才说的是影响一下，先做好自己，然后影响别人，其实这个就是我觉得不要说大与小，都每个人都从我自己做起，对，一点点一点的力量，对，这样的话我相信你刚才说，我们刚才谈到了西方人或者是澳大利亚人对我们华人的看法或怎么样，每个人做好自己的东西，做好自己的本色，他只是需要一个时间的过程，对，他就会改变，对，就不会再发生。但是 Simon， 我还是觉得哈，我们华人呢都很成功的在做商方面，像你年轻有为，我也认识很多很了不起的华人都在从商，很接触的。如果这么难的一份工作华人都能够做得好，这些华人如果能够多几个进来政府部门的话，进来阿密的话，进来这个政府机构啊，多么好。如果我们每一个华人都不一定要从商，都多一点啊，像刚才你讲参政啊、参警啊、阿密啊这些，这样的话我们就有可能在这个国家有一天有一个司法部长是华人，一定会啊，有一个法官是华人的，有一个军事的统帅是华人的，或者总警长是华人的。但是如果我们的人都不要进来，我们家怎么没有华人总警长啊？都不可能吗？时间的问题，所以要多需要一些时间，要多鼓励，多一点时间，要多鼓励。非常非常感谢林警官今天这个时间，谢谢你。没事。其实，在和林警官的交谈中，我是深深的被他的奉献精神感动了。我们移民来到澳大利亚，最重要的就是要真正的融入本地文化和主流社区。林警官这么多年来一直在为华人社区融入西方社会做了自己的努力，同时呢，他也在向华人社区普及法律意识，让中西文化能更好的交流，让我们能在澳大利亚更加和谐以及更好的生活。他都已经60多岁了，还积极地在做这样的事情。相比之下，我们又为这个共同的家园做了什么呢？我是 Simon， 我们下期见。